亲朋友们，还有铁道迷们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呢今天前来参加今天的庆生会活动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如，大家好。哇，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哦，因为呢今天呢我们有特别的活动正要进行，也就是我们的 TELU 以及哈娜奖的亮相庆生会。刚才所提到的两位主角呢，其实他们的名字啊是历时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，以及呢是从6000多位的民众一起票选出来的。那当然今天呢我们的两位主角也会来到现场，但在此之前呢也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咯。我们呢从创作吉祥物的想法诞生，到中间凝聚了画家的创意以及民众的热情投票，今天两位明星将会来到现场，我们的 TELU 以及哈娜奖。但是在此之前呢也要非常开心的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今天呢真的非常的荣幸哦，因为邀请到了多位长官来到我们活动现场，也让我呢在这边为大家一一做介绍，也请长官呢可以起立向大家挥手致意，现场的朋友们呢也可以热烈的掌声以示欢迎哦。首先为大家介绍的呢是台铁局参旅服务总所刘建良刘总经理，欢迎您。以及台铁局货运服务总所黄正照黄总经理，欢迎您。感谢两位长官呢今天特别拨冗前来参加今天的庆。